另外呢，澳门还有一个选手叫贾瑞，水平还是不错的啊。那么一会儿再看看他场上的那个水平发挥如何，我们将拭目以待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贾瑞啊，我们现在拿到今天的14名出场队员的名单当中，澳门的两位选手，一位是大家刚才看到的朱志伟，另外一位他写的这个名字叫做胡诺言。哦，也许没有看到贾瑞的名字啊、可能也许是我的本身的那个资料的收集可能是错误，可能是没有贾瑞啊，应该是。那么贾瑞呢，也许可能是参加刀棍的比赛啊、也是有选择性的避开了这个对中国啊对。那么从这个现在那个长山运动的水平来看呢，他这个武术的那个意念呢，意识表现还是有点像模像样的。嗯，在所谓这个我们今天讲的精气神方面，还是挺到位的。我记得当年在北京体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啊，跟很多来学习武术的这个外国朋友交流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他们问了一些问题。确实当时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为难。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镜头看到，这是伊朗选手。今天的这个转播当中啊，前方的信号员的这个字幕一直没有跟上来。伊朗选手麦赫迪，记得当时有选手这个国外的学习武术的朋友问说，你们中国武术当中讲究的这个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外练筋骨皮好解释，很容易给他讲清楚。那么这个内练一口气，到底这是个什么气，该怎么练，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为难。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他呢？黄指导，您带队也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知道在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上您当时就是国家武术队主教练，那这些年您带过外国弟子吗？如果带他们的话，像这些问题该怎么给他们解决？那么刚才周老师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，那么刚才说的是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